仔细看，这只鹦鹉在阳台上来回踱步，这副焦急的样子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是等丈夫下班的妻子呢。在鹦鹉的等待中，男子终于下班了，鹦鹉瞬间就兴奋起来，赶紧跑到楼梯口迎接。双方一见面，就直接在楼梯上亲近起来，这黏糊的模样真是太逗了。众所周知，鹦鹉能够学人说话，也很擅长表达自己。当主人做饭太慢的时候，鹦鹉就催促起来。只见它跑到厨房，对着主人就训斥起来，全程嚣张的不行，主人都看懵了，到底谁才是主人啊？这一幕真是太搞笑了。这时鹦鹉打开房门，对着猫咪就教训起来，那副骂骂咧咧的模样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什么黑社会呢。本以为事情就这样结束了，没想到他是回去找帮手了。两只鹦鹉合作，一起教训猫咪，这什么仇什么怨啊？难道是因为是天敌，所以看不顺眼吗？这真是没谁了。而在这边，两只鹦鹉偷偷的聊天，就像在说悄悄话一样，这让主人好奇极了。趁着烟雾说悄悄话的时候，赶紧凑上去偷听。让人没想到的是，他们两个居然谈恋爱了，直接让主人笑出了声，这也太搞笑了吧。